小小、形形色色，台湾盛产香菇、蘑菇，还扬名国外，甚至有印度官员这么说。官员还说，棕榈会变白，全都是因为吃了台湾蘑菇，但一朵37000，台湾蘑菇真有这么昂贵吗？实际走一趟新社，一颗颗浅褐色蘑菇被包在太空包里头。台湾主要种植的就是这种巴西蘑菇，据说有抗癌功效，价格一台斤350元，是一般香菇的5倍，外销价格约400元，但还是以内销为主。听到上万元的香菇，菇农猜测可能是它。生鲜菇类不太可能啦，可能是以台湾野生的松露，或者是牛樟菌之类的，也许还有可能。不过专家说，珍贵的菇种还有洋杜菌，有菇中之王的称号，优益肠胃，能治疗脾胃虚寒，是珍贵的中药材，一台斤就要10000多元。全台目前只有云林种植，产量少，多数以野生为主。不过台湾的蘑菇有美白功效，敢不是真的？目前在医学界来讲，倒还没有这样很明确的信息。美白，大概水果多吃吧，蔬菜多吃。不过防晒还是最重要的。医师表示，吃蘑菇美白前所未闻，坊间传言还是听听就好。不过台湾蘑菇也因为印度官员的一句话，要上国际版面。谢宏杰、明曾伟祥，台中南投综合报道。